一个死亡，可用糯米塑粽子，旁边放一杯糖，供在佛前，可利益往生者。嗡啊吽，嗡啊吽，嗡啊吽，啊，就怕一棵树种也没关系啊，一点点糖，然后供养完以后，功德很大，再回向给这些啊，希望不要家里有一个是阿公是阿妈的囝是，有些都有这些问题啊，就会停止这种痛苦，而且超度这样一个一个皆死亡的。第十三很重要，这里世间数量最大的就是回教徒啊，越来越多啦。第二个天主教啊，基督教啊，所以这么多回教往生者，那一定也有受苦的，起码按照《可兰经》四片西瓜，然后呢替他们供佛回向，来四片西瓜，四片西瓜，供养三宝，供养三愿宝，所有回教愿徒所有回教往徒生者往生者离苦得乐，离苦得乐，焉供功德，焉供功德，回向所有回向所宗教徒往生者宗教徒往生离者苦得离乐。苦得乐。嗡阿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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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嗡阿吽。啊，最后供养完这个布西瓜，布施给人家吃，甚至把它做烟供了，啊，这个叫歹性腐化，歹性腐化，不是说我没这个问题，所以我不做，众生拢是白母，咱都要替做。第十四，来，用面包加奶油供佛，可利益往生者。嗡啊吽，吽，嗡啊吽，嗡啊好，这个很简单啊。那大家每天都做吗？面包加点牛奶，一片吐司加牛奶，然后呢就替他回向所有往生者，因为这些世间，特别是中阴身，有达系耶，到处都是，49天之内都还在执着啊，痛苦啊。那就每天都做啊，观想回向。第十五，中秋节或者每个月十五供养月饼给寺院，回向父母吉祥，或者往生者超度。嗡啊吽，嗡啊吽，嗡啊吽，月饼供养。月饼供养，但愿所有在家父母当愿所有健在家康吉祥，健康吉所祥，有往生所者有往生离者苦得乐。离苦得乐，所以歹性腐化收走一切啊，方方面面无共款的众生，所以咱拢爱做啊。供养都免供花，袂使香有香的功德，花有花的功德，对不对？顶有顶的功德，安尼才有法度普度各种友情，广结善缘。第十七啊，第十六，捐一对白伞盖的功德，能让往生者往生净土。好，前面下来一对白伞一盖，对白伞为盖，所有往生者为所有供养诸佛。供养诸嗡佛，阿吽，嗡阿吽，愿所有往生者愿所有往离生者苦得离乐。苦得乐啊，所以各位以后你就做多一点，本来是一个伞盖，可以小小没关系。伫个缅甸用纸做诶，每一个佛塔外面弄咧卖纸做诶，啊个花，安尼摕去供诶头前安尼啊，往生者用白色的伞盖，现世者求福报消业障用黄金色的伞盖，所以有的寺庙是一边肯黄诶，一边肯白，代表对现世者对消灾者，还有这个伞盖放下去有庄严无？无共款都无共款。但是这个是变白的，但是以后有机会要加一对黄的，啊那样，哎，就供养，再小也没关系，哎，这样很庄严。泰国也是到处都要这样做，变成他们的标志。第十七，为自杀往生者用7条白线，每条线长180公分，6尺共7条，7条一起对折3次，折时观想自杀者名字或容颜。持诵不动佛心咒，用实线为供佛点灯的灯芯，须作3次，回向自杀往生者。来，百万菩提心灯，百万菩提心供养诸佛，供养诸佛，愿所有自杀往生者，愿所有自离杀往生苦者得乐，离苦得乐，不动佛。来，
南无真那真呀呀，我看看你，看看你，罗刹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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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地喊那，那地喊那，萨瓦伽玛巴拉巴拉南无萨瓦萨埵南无梭哈。希望咱地藏菩萨开始走，按照安呢180公分一捆线对折几次，三次啊就变短短。啊，短短以后，然后变成一种灯油的灯芯呢、啊，所以你都要用它大杯啊，所以那个灯芯蛮长的，大概这样，三次就变成这样了，啊，所以就放在下面，啊，可以点三遍，一次点三个灯也可以，啊，再加上那个灯来坑里，下面一定要坑水，坑水啊，特别自杀者，啊，你靠后桥多啊，因为这世间的一切，啊，第十八。为超度自杀者，可用糯米饭和一碗白糖供佛。嗡啊吽，嗡啊吽，嗡啊吽。啊，所以你拢，互你看到，互你知影变哪做，啊，大家拢在做，啊，拢一直回向啊。再来第十九啊，你辛苦一边一边好。啊，老和尚教咱这，哎，完全这就给咱治疗的啊。那就会做梦，啊，我已经破病啊，那就囡仔面犯白啊，啊，感冒医不好，还有完全这主啊，教咱这个方式啊，来。有冤亲债主缠着，星期日用钵装饭供养高僧大德，也可观想供养以圆寂的高僧。回向附着众生，供养伽玛巴，所有祖师大德，回向冤亲债主，嗡啊吽，啊，所以你爱做，常常做啊，回向。你知影你隔壁的囡仔啊，面色青，隔壁那个欧巴桑面乌乌啊，就完全记住啊，啊，所以，给你跪卧不行，那是各位叫，就是这是个表法啊，所以各位你要替他做啊，回向而已，啊呢，跟他结缘。第二十，法会时在十方法界坛城以及各护生园，要特为动物亡灵以牛奶供佛，回向早得超度。嗡啊吽，嗡啊吽。嗡啊吽，好，希望各位每天在你家的佛堂供养一罐那一杯牛奶，好不好啊？因为咱的厝边隔壁拢在吃吧，对不对？啊，咱是苦难苦境嘛，啊，所以呢，每次十方法界也会供养牛奶，啊，那各护生园呢更要成为动物超度园区啊，因为。简单来讲，即卖同台戏的大部分拢是小牛啊、小猪啊，啊，牛奶供佛，让这些动物得以超度，变成天天的习惯啊，天天的慈悲。第二十一，各位有摕到这无啊？今天摕起来哦，爆米花淋上蜂蜜啊，然后你现在要把蜂蜜拿起来啊，然后把它淋下去啊，啊，黏掉啊呢。啊，先发一下，因为堕胎胎儿无量无边嘛，啊，那马无啊，那我们真实的替他做啊。但是你不用蜂蜜拿起来，你特别开个爆米花给坑落去了。啊，这个等一下还可以拿去做烟供，拿去啊给动物吃，给流浪狗吃最好啦。哎，捏一下来。蜂蜜爆米花，供养诸佛，回向所有堕胎胎儿、死亡儿童、死亡儿童，嗡啊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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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啊，做好的哦，做好的就看是你要自己拿到前面还是。船旁边大家都供养好不好，超度无量无边，堕胎胎儿，死亡儿童，死亡儿童，来吧，看里面坑都一弄不要紧啊，
替他放在佛前的桌子也可以，要老爹多啊，前面那个横横的杆也可以。来吧，开始来。那么在那在呀呀，我看看你，看看你，落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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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，在在你，在在你，帮别人拿啊，给别人起来拿个三盒，不用全部拿来。那么人拿在呀呀，我看看你，看看你，落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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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，在在你，在在你，在你汉那，在你汉那，少啊，干嘛巴拉巴拉，南边少。你要想着你自己堕胎的胎儿啊，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堕胎胎儿，不分种族各种被堕胎胎儿。巴兰巴兰南美萨瓦圣多南者苏哈欧玛尼贝美吽。哎，放着，赶快回座啊！大家不要塞车，你把盖子盖着都没关系。好，大家动作快了。交给别人来帮忙收一收，不用亲自来，没时间了。有一个人收一下来帮大家拿过来啊，一个人拿个代替收一下就好了，或是义工菩萨拿盘子帮大家装一装。拿了盘子盒子帮大家装一装。哦玛尼贝美，哦玛尼贝美，哦哦玛尼贝美，哦哦玛尼贝美。好，中间让路，中间我们要做供养，来，你们先到两边去。中间让路，中间的人，先让路了，不要走中间了，你就交给义工就好了，交给别人。放着就走了，不用打开了，等一下比较好收。请翻到第六页二十二条，念下来。何谓堕胎小孩子供养小房子，并如玩具模型屋，帮助胎儿超度。来，嗡啊吽，嗡啊吽，嗡啊吽。当愿所有胎儿，当愿所有胎儿快乐自在，快乐自在，升天生净土，升天生净土。那么不动如来，那么不动如来啊，给他吃，给他房子，令他欢喜，进一步超度他了。哎，爹地在杀来，要超度被堕胎胎儿，就要对孕妇升起慈悲心。好，进来得有孕妇吗？有人怀孕吗？那这个要练习，路边很多怀孕的，或是你拿一张相片啊，妇产科都要遮一下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然后你要培养一个悲心，啊，你若无这种对孕妇的悲心，咱就超我都超抖音啊，安尼啊，啊，所以希望，因为我们不想怀孕啊，所以才把它堕胎啊，啊，所以你要开始升起对孕妇的悲心，自己也惭愧，这要练习。那你的悲心越强，小孩子越容易超度。二十四，在寺庙种树，让孤魂有所住处，再超度孤魂。好，观想一下，咱拢去寺庙的葬种种一丛树啊，
哦，孤魂有所在躲啊，来三宝加持，护法开恩，让所有孤魂安住寺庙内啊，一切树上同发菩提，啊、观想一下，嗡啊吽，嗡啊吽。嗡啊吽，所以下回我们办一个种树法会，好不好？大家提起我来敬一笔佛事啊，护生缘呐、啊，啊，二十五，在寺庙做水塔，可回向跟随身旁亡魂超度。好，这紧要紧啊！啊，种水塔，供养水塔、水槽，然后呢，还有法度超度亡魂，够法度健康。啊，所以如果你要做都可以，你要发觉自己不健康，后面有写到，包括水塔，啊，造水塔关节也好，啊，膝关节肩也好，也会发财。啊，你那边参加，我们昨天在高雄，大家布施了将近50,000元呐、啊，合起来啊，啊，结果可以后摆去人的佛寺，去较大的佛塔，好唔好啊？啊，让这些亡魂，咱边也无完全借住啊，让别人发财健康啊，你可以。如果你要参加修丹的哈口，你就去布施钱合起来造水塔在寺庙里面。第26，多以21盏灯供佛，可回向祖先冤亲债主超度。嗡啊吽，嗡啊吽，嗡啊吽。210万盏，210万盏菩提心灯，菩提心灯，供养诸佛，供养诸佛，当愿所有祖先，当愿所有冤亲债主，冤亲债主，早日超度，早日超度，同生净土，同生净土。嗡阿吽，嗡阿吽。啊，所以我们最好多多的21盏啊。那各位你在厝的嘛，再点21盏，哎，27。祈愿祖先早日超度，可供养寺院2盆有土的花，如兰花，回向七世父母历代忠心。来，2盆兰花，2盆兰花，供养诸佛，供养诸佛，愿参加人等，愿参加人等，指七世父母，指七世父母，历代忠亲，历代忠亲，早日超度，早日超度，离苦得乐，离苦得乐。嗡阿吽，嗡阿吽。啊，对大家多这样去供养寺庙。28，点灯以后观想，回向畜生。